这两个礼拜世界棒球经典赛打得如火如荼，虽然说中华队很可惜没能晋级，但是也打出了令人感动的比赛。不过现在却传出原本韩国队是要跟台湾放在 A 组的，但是呢暗中去瞧说他们要跟日本打，票房比较好，甚至还说台湾不是我们的对手。我想请教世聪哥，棒球场上讲这么狂妄的话，对，我们都还来不及说在晶片的战场上你们才不如我们呢。对，没错，大家都很想要赢韩国，就没想到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 WBC 的这个预赛里面，他居然说了韩国的这个棒球委员会说台湾不是他们对手，而且他说日韩战才是票房的保证啦，所以他就说服了大联盟把他们跟这个日本分在同一组。但没想到可能是想太多之后，没想到第一轮就遭到淘汰的一个状态，而且还被血洗。对，没错，被日本血洗，创下了在东京的非常惨烈的一役。好，那无论如何啦，我觉得韩国固然是有非常多的小动作，但是我觉得我们用实力碾压他们，他们也大概也都没话可说。对，那我们讲的当然是在整个科技产业，特别是在晶片产业里面来说，其实台湾呢是毫无疑问把这个韩国压在这个地上打的一个情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目前为止来说，韩国整个晶片被台湾压制的时候，所以这几天的时候，其实南韩有非常多的动作，包括说三星跟他们国家有规划说未来要大举的这个投资，包括韩国国家要投资，三星本身也要投资。他说呢，他在2024年要斥资大约莫2300亿的美金，折合新台币是7.03兆，这数字非常多。他说打造所谓新的半导体的聚落啦，然后五座的新厂啦，然后吸引这个外国的晶片厂商进驻啦，然后要挑战台积电在半导体的这个地位啦。他甚至还把这个投资的计划画了出来，就系统晶片，就是包括晶片这一块占整个投资的61.8%。那他投资什么机器人啊、生技啦、电池啦、显示器啦、电动车啦，言下之意来说的话，就是要不只要在这个晶片赢台湾，但是在各式各样的科技呢，都要持续发展下去。好，但是我想三星虽然嘴巴说我要赢台湾，可是呢，容不容易？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它其实告诉你是什么呢？它是说去年第四季的晶圆代工的市占率。我们先给大家看，第一名是 TSMC， 就是台湾的台积电，对，它的市占率是 58.5%。 那第二名是 Samsung， 也就是它 15.8%。 各位， 58.5 减 15.8， 市占率差了43%。 也就是说台积电足足是你的2-3倍之多，所以它有可能在短时间追过台积电吗？当然不可能啊，难度山有够大。你嘴巴虽然是可以讲，虽然说啊我要跟日本打，但是问题是你真的是跟你现在晶片能够打得过台积电吗？看起来也似乎是没办法的。对，好，那但是呢，这个三星呢，最近来说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好消息。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最近不是我们在节目上也讲了 ChatGPT 爆红吗？但 ChatGPT 爆红之后，你照理说，晶片业应该会很好啊。可是问题是，人家算来算去说是好像这个 ChatGPT 跟三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怎么算都算不到三星身上就对了。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其实 ChatGPT 呢，这个晶片里面来说的话 ，AI 晶片像 AMD 跟 NVIDIA 是最受瞩目的这个两家公司。问题是，他们都是给台积电代工，三星几乎是没有代工，所以三星完全跟这个 AI 晶片完全没有扯上边。再加上说，三星最主要的就是做 DRAM 跟做 NAND Flash 这两个市场，就没想这两个市场现在呢，一直跌啊，甚至还跌破了他们的现金价。什么叫现金价？就是我做出来的价格呢，已经面临到做一块卖一块赔一块的这个状况。所以有对他来讲的话，等于是我卖越多赔越多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积电有所谓3纳米的这个晶片，然后他也推出了第一代的这个4纳米的晶片。然后就没想到良率很低，那良率只有60%，一般啦，如果你要商用的话，至少良率要到70%、80%以上，要不然的话，你有30-40%要报销，对晶片业者来说成本很高嘛。所以说，你良率这么低，所以原本的高通要发表的这个骁龙 SM7475 这一款的处理器的，他说这样，那我就不要让你做了，我要转单到台积电。所以对台积电来讲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利多在这个地方。不过你说三星没有想要反击吗？三星我觉得他也是做一些小动作出来。哦，他做什么小动作？他现在来就是挖你的人，还有挖你的墙角。这三星一向也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们之前台湾的这个梁孟松去那边帮他们做了所谓晶圆代工的这个制程之后，他想，台积电的人才真的是非常好，我要挖你。那目前为止，其实台积电跟三星呢最大差异差在封装的技术。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个苹果订单是给三星做的，对。但是三星后来就是因为在 A9 处理器里面来说的话，它的封装技术出了问题，导致散热不好。对。那台积电当时呢，就是在散热问题上面有做一些特别的处理，包括扇形封装等等，导致打败了三星，拿到 A9 晶片之后，就一路的都是变成台积电。那他们就
找了找，哎，但台积电到底谁在负责封装的技术？他没有找到这一位，这一位就是台积电的前研发处的副处长，叫林俊成，就是这一位。那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最主要做的就是封装的这个技术。那封装技术，他在台积电任职19年，台积电他有450多项的这个美国的专利，就是由他来争取的。那特别是说台苹果的这个大订单里面来说的话，他的这个3D 封装、扇形封装，很多专利跟很多的这个技术是由他开发完成的，所以等于是订单为什么从三星到台积电，他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人物，所以他现在三星已经把他挖角过去了。挖角过去来说啊，现在整个三星啊，全部的这个所谓封装技术都是交给他开发，所以如果三星在封装如果追上台湾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可是石松哥，如果说我们知道在整个研发大部分都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没错，所以我今天只挖一个林俊成过去，对，难道就真的有这种跨时代性的一个帮忙吗？当然，你要说这么快是不容易，不过大将去了的确会产生一些涟漪效应。那不只是挖你一个人，他还挖什么墙角？什么叫挖墙角？因为我们台积电有所谓的台积电，现在除了台积电一家公司之外，它带了很多周边的零组件。对，我们都常常说这个叫做罗马军团呐、啊，那这些都是我的禁卫军。就不想他们这个李在镕，他派出了他的心腹的大将叫崔世英，崔世英目前为止是负责晶圆代工的业务的。对，他来台湾了，来台湾挖什么墙角？他要拜会台湾的嘉登，还有崇越这些公司。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些公司是台积电大联盟的成员，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只有做台积电的生意嘛，你来做我三星的生意啊。那用这样的到底会不会做成功不知道，但是会不会用这个方法来破坏整个台积电大联盟的一些所谓的合作的这个氛围，甚至会不会挖走一些台湾的这个核心的技术，我觉得这都是要持续观察三星在做的这些小动作。好，可以看到三星真的想办法想要来打败台积电，包含挖人挖墙角各种方式都做了。但是刚刚提到李在镕他派了他主要的亲信来台湾来挖墙角，那李在镕现在人去了哪里呢？他现在人已经在日本了。哦，为什么在日本？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对台湾来说我觉得也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日本跟韩国的关系正在融冰之中。对，那为什么这样讲？你看这个韩国总统尹锡悦，他今天早上出发了，他现在已经抵达日本。那抵达日本的时候，他要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呢，这个岸田文雄呢，他们要去吃蛋包饭嘛，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这一次呢，尹锡悦带了非常多的韩国重要人士，包括三星的李在镕，然后 SK 的这个崔泰源，然后现代汽车的这个郑义轩，还有 LG 的聚光膜一起合作，一起出访。当然，为什么？因为要加深韩国跟日本的这个经济交流嘛。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李在镕现在除了到日本去，这个要跟日本破冰之外，李在镕现在要拉拢中国。为什么拉拢中国？因为其实现在美日的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里面，中国是他的大客户啊，中国如果走的话，对他影响也很深。所以你看，他月底的时候，李在镕又参加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高层论坛，他可能会跟李强见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还要跟美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有晶片法的补助，晶片法案已经出来了。对，他的这个晶片法的补助叫出炉，就没想到他要去美国申请，然后尹锡悦也要到四月去访问美国。那他李在镕也是这个尹锡悦要访问美国的成员之一。所以你看，其实三星为了要突破现阶段的困局。哦，他做了动作非常多，去日本，然后又去中国，然后要去美国，然后又去跟美国改善关系。所以看起来的话，这所谓落后的态势呢，其实也是他想办法能不能够落后居上的一个状况。不过可以看到，包含他积极的是刚刚这个社会讲到，包含日本，包含中国，包含美国。对。但是现在，原本我们大家知道三星手机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Galaxy， 但是现在日本，不用 Galaxy 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因为以前呢，这个三星的手机它在日本是用Samsung 的这个名字在卖，就没想因为日韩关系很差，日韩关系很差的话，你讲到 Samsung， 大家都知道你这韩国，所以韩国来了，有一阵子就把三星的这个名字拿掉，换成 Galaxy 的品牌，那这个还要让人家淡化整个这个三星的这个意味，就没想他现在又重新拿回来，所以告诉你什么？日韩关系的确在解冻之中。好，那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状况，就是因为过去在日韩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其实日本有三项产品，它几乎是出口管制，不要卖给你的。对，一个就是氟化氢，这是在做这个 IC 里面非常重要的原组件，然后光刻胶，或者说我们把它叫成说光阻剂，那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其实是晶圆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另外还有聚氯烯乙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
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几乎都市占率是 90% 以上，那韩国过去也是非常依赖，你看这是韩国从日本买来的，你看过去一段时间这是在贸易战之前，你看数量都非常大，数量都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说依赖程度非常深，就没想这个从日本跟这个韩国打贸易战，它一刀切下去之后，你看整个这个销售量是大幅的下滑的这个状况，但是呢韩国厂商有没有办法找到替代的方案？几乎是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我跟他说，包括说氟化氢或是光刻胶，甚至是氟聚氯烯亚胺这些产品呢，日本呢，它几乎是全世界的龙头。那主要是它可以找一些二线厂商来做比较次等的产品，但是最高等的那种纯度99999那种，只有日本做得出来。所以日本没有拿到日本的厂商的产品之后，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质疑说，为什么一样都在做晶圆代工，台湾的台积电三奈米的良率可以到80几%，为什么你三星只有60%？那差异或许就差在这些，你没有办法拿到纯度最高的产品上面，就会产生某些问题。所以等于日韩贸易这件事情也连带影响到三星哦，它做出来的这个良率比较偏低的关系。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尹锡悦带着三星还特别跑到日本去。当然，除了日韩贸易战这个问题要解决之外，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三星好，韩国就跟着好呢？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带这个李在镕去？因为三星就代表了整个韩国，所以那这一次有一个事件就是他们要去谈这三个产品呢，可能要解禁的状况。当然好到谁？当然好到三星嘛。对。那为什么要对三星这么重要？因为韩国整个这个 GDP 的20%就是三星，三星贡献了。人家就有人说一句话，就是在南韩里面来说的话，就是生死还有缴税跟这个所谓三星这几个是你没办法避免的事情。对。那尤其是对三星来讲，现在因为我刚才讲到第一院跟 Netfresh 不好，所以他今年的这个前四月的前三月的前十天的出口额较去年下滑16.2%，那总金额是158亿美金。那特别是半导体的出口大跌，半导体的出口大跌41%，那表示什么？从中国的这个出口也大幅的下滑，表示三星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问题，尤其他过去依赖中国上面非常严重。好，所以现在为什么他带尹锡悦为什么要带着李在镕出来改善日韩关系，让你的半导体的经济能力能够好？紧接下来我要带你到美国去见见这个拜登，然后跟美国改善关系。当然，这个李在镕也自己会去改善跟中国关系。所以你看，其实韩国现在面临到非常大压力，但是他能不能够左右逢源啊，三方讨好，我觉得这个难度是相当高。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